我们这位漂亮的小姐姐，今天所有都是漂亮姐姐，来，名字必须得自己说啊，来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，年龄啊、这个单身啊、我开玩笑哈、你想说什么说什么，这么漂亮往这儿一站不用说话了哈，来来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的十七号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叫Jenny，佳慧，来加拿大多伦多有二十多年了。哎呦，你不这么说，我们以为你不到20岁，你干嘛要这么说呢？打破了我们的梦想和幻想。对，今天很高兴，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莎莎姐的生日，然后认识您，认识大家。我们其实之前的也见过很多次，我也见过董，也见过。你有多注意？对对对，见过了。对，我们是在那个。Lily 的那个红色的 party，、啊、红色 party， 红色 party， 一个女人38妇女节的那个活动，我们在那里见过的，啊、嗯，对对对、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在 Lily 玫瑰，对，是在那儿见过的，是是是是是是，好，有人在。